朋友们，刚干完活有点口渴了啊，上我家黄瓜地找根黄瓜吃，看有没有啊。哎，这有一个，这个小黄瓜，这个黄瓜有点埋汰，有点土，然后用我家祖传80多年的铁来给它洗啊。这就干净了。这个黄瓜该说不说，真甜了啊！我们吃黄瓜的时候吧，应该当着老刘的面吃啊，这样的话能馋馋它。然后呢，吃剩下的黄瓜尾巴啊，我就给他，别浪费啊！啊，你用什么都吃，感谢双击。感谢啊，这就是农村的日常生活。